我在早上我要牵我车的时候发现的这一个。哇，现在的小朋友这么有礼貌的吗？就在早上我要牵我车的时候发现的这一个。哇，现在的小朋友这么有礼貌的吗？你看一下，啊，你到底要去哪啦？我要过来这样，我阿伯你要左边哎，阿伯左边房子，阿伯。去哪啦？我要过来这样。阿伯你要左边哎，阿伯左边房子，阿伯。